妃选出一位画风清奇的中心位，双 C 驾到，暗示什么？真的来，真的来，哇！画风清奇是啥呀？你知不知道明天有谁会来吗？周震南和孟美岐。真假的？明天过来干嘛？明天过来一个活动，然后找出我们宿舍里面的一个人，把他搞成 C 位。那不是我。对，自拔自信。只能出一个是吗？至少我还知道有位模仿鬼才孙坚妮，是不是？快，太乙真人。来冲呀，坚妮。对，这就是我，万人敬仰的太乙真人。虽然有点婴儿肥，但也遮不住我逼人的帅气。那我听说你会模仿那个羊驼。那我听说你会模仿那个羊驼。等一下，好好吃呀！好大哦，抹点防晒就赶紧出去吧。哇，你用的是什么防晒？涂完皮肤好透亮啊。就是最近超火的肌醇烯小金钻防晒乳，防晒高倍持久，成膜快，不油腻，出门怎么能少了它呢？快快快，给我也来点。来来来，用小金钻无粉质，更水光哦。快走吧，学长学姐还在等我们呢。哦，谢谢你，姐姐好，学长好，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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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真来了呀！看见电视里面的人走出来了，自带一种气场光环。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孟美岐。老师们好，我是那个来盖这片房子的这个 Rise 的一个成员，叫周震南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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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因为我们两个刚才去参观了一下你们的宿舍，主要是我们两个被那个双人间的那个房间确实太夸张了。我们进去一看，那有一个浴缸。我们四人间也有浴缸，对，四人房也有浴缸，六人也有，六人也有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告辞了，撤退。我听说你们最近不是在练那个主题曲吗？对。已经考核完了吗？是。里面有多少人通过的呢？不知道。哦，不知道。哦。其实你们大家都知道吗？就是主题曲，其实最重要就是它 C 位只有一个嘛。我们大家都在为那个 C 位努力的去练习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不仅在舞台上有 C 位，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有 C 位。我也听说你们各自宿舍都选了一个最佳的 C 位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是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是大家好，我们是创造营2020掰王宿舍。我是掰王宿舍的掰王之王。哇塞，哇塞，好了，赵月最强，不用比了，开始。学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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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长。我们这么掰吧。三二一 ，Let's go。他力气好大，是不是很大？是不是很大？是不是很大？他劲太大了，劲太大了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学姐尝试一下吧。我觉得我赢不了。行。最后一轮 ，Let's go。
哥又赢了。你是大哥，我不是。你是大哥，只有力气而已，我虚是。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就是孟美岐学姐，对，就是作为美女，要不你也来试一下，戴一下发簪之类的，尝试一下古风的造型。好，准备好了 ，Five, six, seven。啊，喝向东流。医生不要动手，走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我们的铁头哈哈，他是不需要。就是孟美岐学姐，对，就是作为美女，要不你也来试一下，戴一下发簪之类的，尝试一下古风的造型。好，准备好了 ，Five, six, seven。啊，喝向东流。医生不要动手，走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我们的铁头哈哈，他是不需要任何辅助，然后可以直接倒立。铁头哈，铁头哈，铁头哈哈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厉害吧？我们是气氛组，我们组有五个 rapper， 对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王牌。Sorry， 长得像我不是一件坏事，明白了？王嘉丽，所有人加入 party 房的派对，不要再沉睡，这是公主的聚会。耶，这是最帅的宿舍，最酷的女孩，我们还有如云，把气氛搞起来。Yusuke，Yusuke。长得很像黄子佼，是吧？这么干是吗？对对对，我们不服，不服来，谁不服上来来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表演，对，故意垮掉的，来吧，学姐，做好心理准备，别被吓到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挺吓人的，反正就是。这位不争气的学员就是我的徒儿。我是小妖怪，逍遥又自在，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放盐。哦，好像啊。咋儿，做啥子嘞？啊，师傅。咋儿？咋儿哈？
今日是你的生辰，为师也没得啥子好送给你的，这条焚天绫就当你的生日礼物吧。外加一个赠品乾坤圈。谢谢师傅。好无聊啊，如果有人能给我踢毽子就好了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那我是谁？我是哪吒。敖丙。算了，品牌方，假装这里有一个毽子。你啷个了？你啷个了？这辈子除了我娘，你是第一个跟我踢毽子的人。我们是朋友了吧？三天之后是我生日，你会来的对吧？拿着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叮叮，大喜大喜。学长，你来喝一下今年的新口味吧。哇，太有料了，我还吃到了果粒。没想到今年连小蛮腰都敢于突破自我了。对啊，能力最强才是 C 位，料实才真才纯真，一定要加油哦。干杯。今天大家玩得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我觉得今天这个环节的设定就特别好，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们在比赛的时候这种高压的状态，有这样的一个休闲，大家可以在一起开开心心的一些玩环节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帮你们解除一些压力的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，比方说您的理想的一个名次是多少呢？成团。有具体的名次吗？我不敢期待太好。 OK， 我怎么去理解这个敢这个事情呢？你敢做你自己，敢说出来。我去年其实我真的没想那么多，我的目标就是 C 位。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周震南，哎，我要跟你争 C 位，我觉得太棒了。希望大家说不要去把你们想要争 C 的这个理想啊梦想啊就藏起来。我觉得大家来这就要朝自己心中最好的一个目标去敢于争夺它。谢谢。我要给大家讲这个感的故事，是我们去年去了撒哈拉沙漠，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是登上那个火星山顶。因为我很恐高，所以说到后面我是哭着爬上去的。但是你爬上去了之后呢，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，就是你克服了这个问题。就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，我也是希望说即使害怕，但是不留遗憾的去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对每个人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是我在创造101的时候的制服，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份礼物。我其实想把它送给你们，是因为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初心，每一次的公演舞台都能拿出最好的水平和最好的成绩。祝你们可以每个人都顺利的成团，加油。中做自己。
看到他们俩，嗯，就是有一种很想成为他们的感觉。会朝着那个目标努力的，因为我有热爱舞台的热情。五分